小丸子老是不好好吃饭，天天你就是饿他一上午，就是不给他喝奶粉，你给他做饭他也不好好吃，就吃两口。我想着给他弄点红萝卜饭，他吃不。他不到吃了两边了呀？他睡醒了玩了一蹦子了，还没吃饭呢。今天中午给他下的面条，他也不吃。你再给他弄六个。嗯。我还要什么？给他蒸熟了，然后给他捣碎，捣碎，然后给他拌到稀饭里边。他小的时候喜欢喝这个胡萝卜饭，那是我用那个辅食机给他搅碎了。这个咱这老家没有辅食机，我想着给他蒸熟，然后给他用勺子捣碎。我去钓鱼。你现在去啊？你跟一条河。懂啊。这中那多了，我没事，麻烦。咱钓不住，咱可以买一个啊，鱼也不贵。钓个虾。咋回事啊？我老是钓不住。小磊。嗯。我这怀孕的事，家里边人都不知道，要不给俺妈说一声吧？先别说了。咋了？我是想过一段时间再给她说嘞。咱先去查查，然后看看。到底啥情况？再来给他睡。你给他睡那早晚上。睡了早了，让他帮我出出主意。他就能出啥主意啊？先别给他睡了，等咱过一段时间再给他睡吧，行吗？那先去医院查一下吧。咱妈那性子也好急，你看他到时候再。得学姐是哪里？他说啥呀？能说啥呀？嗯，反正先别给他说了，过两天吧，过一段等你去看了我去医院。中。我妞跟他给他说什么？中。我是怕他妈说我这在哪里。他肯定想让你明媒正娶来娶我呀，这是作为家长每一个家长都希望的。我知道。问他吧，问他说什么？走。